手也退了。尚武啊，我已经接回家里了，你等一下啊。尚武，妈妈要跟你讲电话。尚武，尚武啊，虽然你已经洗过澡了，想不想去你以前最喜欢去的地方？以前带你去百货公司，去游乐园，骑脚踏车打游戏，到最后你总是会说你想要来这里，你觉得这里最好玩了。我跟妈妈觉得很生气，早知道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带你去那些地方了。尚武，你也是八岁吗？谢谢你。谢谢你陪我去了那么多地方，还吃了那么多东西，让我觉得我好像跟尚武在一起的时间又延长了。